中华职棒乐天桃园啦啦队，乐天女孩的队长兰兰，在昨日新队员李多惠来台后首次应援，在录影下班后直奔球场，并在 IG 透露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到李多惠，两人私下真实互动也被球迷全拍下来。兰兰是第一次见到李多惠，见面透过翻译沟通后，李多惠就向队长兰兰鞠躬，可爱模样让网友直接再次被萌到。兰兰不仅表示她好害羞好可爱哦，甚至还夸奖她的香水很香，比手画脚的在闻香，逗趣一幕也让不少粉丝的心直接融化。除了转发网友的现实动态，兰兰也晒出与李多惠的合照，并且狂拍李多惠应援跳舞模样，连乐天桃园的吉祥物开玩笑出来阻挡，兰兰也故意挥手表示猴子走开，你挡到我们家多惠了，让网友直接笑翻。